花门长房长女，花纸何在？跪下听旨。小女身子抱恙，身目诸事，代为听旨。哟，这可不合规矩啊！老您高抬贵手，非是民妇们有意冒犯，侄儿他实在是起不了身。他起不了身，那就有劳你们把他请出来，放这地上。 旨意可比天大呀！吵什么呢？世子，您怎么在这儿？该死，奴才该死！我只知道他身份不一般，谁知道是世子啊？那侄儿是不是就有救了？你既认得我，还不宣旨？是，是。跪下，跪下。 国初以来，运河淤塞，南济良田，黎民流离，朕常自痛心。民女花纸自请回家纾难，是疏浚之功，以赎门户之谦，报君父之造，今特恩准，着花纸于十日之内筹足募工之资，钦此。